我们真的等好久，车都还没来，慢慢等吧。那这里天气比较热，但是还凉凉的，蛮有风的哦，其实还算舒服 ，OK 啦。好，那后续再跟大家分享。这杯咖啡啊，看起来超迷你的，要台币40块，对，是都这个 size 吗？是，都这个 size 哎、欸。印尼咖啡很有名哦，要找时间品尝一下。现在是塞车时间，下面好多车子啊，看一下雅加达的景色。雅加达呢是印尼很重要的经济中心，那它又叫做耶城跟巴城，是雅加达首都特区蛮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你可以看得到，在这个天桥底下感觉都有造景啊，这个能看到很有点丛林 jungle 的感觉。大城市有些地方差不多有 Uniqlo。 红色白色在印尼开车技术要不错哦，你要会钻来钻去，还要能横切，从里面切到外侧，外侧到有点困难哦。看一下，饭店快到了。这台车也太可爱了吧！这是观光车吗？还是就是一般的？一般的，像交通工具。哇，太可爱了，有点像，比较像菲律宾的巨那种，但它比较大，这个好小，好可爱。现在前面大塞车，这边的电线比较低一点，车子容易会卡住。电线就在我面前，电线好低哦，就在车顶了。卡住电线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好多车子，有点可怕。看一下街景，这路边有一些感觉很特别的小吃哎 ，Pocket Mandala Baru， 其实不贵，但是看金额很吓人，两万五，40块台币，40块。来的时候换了台币4000块，结果换起来是160万印尼盾，感觉自己特别有钱，百万富翁。是印尼传统的点心，贵嘞，安古贵。对，这里讲闽南话也通哦。这个是阿龙贵，这个是。那这个高是也是。好漂亮。大夹子，这是饭前的甜点吗？对对，这个椰子的里面包椰子的哦，椰子的，这个里面包好像是冷粉那种香叶的那个哦，香叶的，那一个一个来吃，都是甜的还是咸的？都有，有咸的，甜的也有。哇，看一下印尼风味餐特色餐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哇，太漂亮了！好配合，好震撼的生日快乐歌啊！这里是雅加达机场的一个小咖啡厅，看起来非常有传统的风味，很漂亮。看，雕花的柜子，墙壁吧，就是墙壁。啊，我是夏夏，开始新的一天，回到北丹去看一看耶。